俊宁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大家收睇 Music Cosmo 音情不定，我是 Kanna。咁上个礼拜我上一次我哋讲过下alternative music 另类音乐嘅嘢，咁我哋上次就由王菲香港好有代表性嘅一个音乐alternative 女歌手去演绎 alternative music 嘅 definition。咁今日咧我哋会由外国嘅一个乐队去再講一下 alternative music 係乜嘢，咁我哋會睇下唔同人同埋唔同歌手演繹嘅 alternative music 有咩唔同。咁而家我哋先埋一個關子，我哋先播一個 music video， 睇下大家認唔認識以下依一個樂隊係來自邊度，同埋佢哋叫咩名啊？Look who's singing， 就係 The Cranberries。The Cranberries 啊，就係來自愛爾蘭嘅一個樂隊。大家啱先有冇估到咧？啱先係咪覺得呢一個 music video 好熟，同埋啲音樂啊、節奏啊，都好似似曾相識咁？咁冇錯啦，喺重慶森林呢、這個咁多獎項嘅電影裏邊，王菲就係飾演呢個電影嘅女主角，而《夢中人》呢首歌亦成為當時嘅一個主題曲嘅。咁這個這麼好聽的夢中人和這麼特別的夢中人呢，為王菲的事業帶來了一個高峰。原來她不是原唱者，原唱者就是 The Cranberries 的主音朵麗絲，她就是作曲和填詞人。 The Cranberries 呢初初都不是被那麼多人接受，因為她們的唱法呢是好像 alternative， 顧名思義是很另類的。初初一出來是80年代末，不是那麼多人都可以接受到這種高低音變化得那麼快，而且覺得怪怪地，而且他們的歌很難唱，一難唱的時候你覺得唱不到的時候就會很難接受。但是終歸千里馬都是由伯樂賞識到他們。 The Cranberries 後來呢漸漸為北美認識，MTV 這個節目裏面呢在1993年就大量地播，整天都播他們一隻 music video 叫做 Linger。 Linger 這隻 music 呢是令他們所講為認識的一隻歌來的，就 After Linger 這隻歌大家就慢慢開始接受 The Cranberries 的 singing style， 還有他們開始發覺他們不單止是另類那麼簡單，而是有很多音樂精髓融合了在裡面的。現在大家一起聽一下 Linger 這首歌是怎樣為到他們帶來
一個事業的高峰，同埋點樣廣為認識嘅。後期音樂的演繹方法是你們可以是 feel 到有朵麗絲的一種唱法，一種高低音變化得很快，但是快得來它有一個波動得很快，聲音聽起來歌俾人講為認識有一樣好重要嘅元素，係因為佢比較平穩啲個音，唔係好似佢 Dreams 嗰隻歌咁高低音咁起伏不定。咁同埋佢呢隻歌咧係比較 commercial 化，比較商業化，所以喺當時社會咧就容易俾人接受啲。所以佢哋自 Linger 呢一隻歌就開始講為認識佢哋嘅音樂。我哋可以知道，就算你唱得幾好都好，但係都係千里馬總需要係有一個伯樂去認識嘅。咁當然我哋接受每一個新事物咧，都係有一個
過渡嘅過程嘅。咁最後咧，佢哋嘅樂憑住佢哋嘅努力，同埋佢哋咁特別嘅唱法，都係可以打入國際市場。佢哋啊，依一隊樂隊咧係國際十大樂隊之一嚟嘅，所以佢哋係好有啊享譽性嘅。咁啊 ，After Linger 呢只歌之後咧，哇！佢哋嘅事業高峰咧就變到好巔峰，好多人認識佢哋啦。佢哋就可以將佢哋嘅音樂轉型啦，因為佢哋嘅 music video 唔係佢哋嘅 music style 咧已經廣為人接受咗。咁接受之後，佢哋就開始慢慢發展一下一啲有特別啲嘅 style 啊，趨向於好啊 political 啦，好政治化啦，同埋講下啲社會事態嘅嘢。咁佢哋初一個咁大膽嘅將音樂同嗰啲 politics 演繹出嚟呢、這個一個手法咧。當時一出嚟嘅時候，個個都覺得哇好特別，同埋好有震撼性，好有爆炸性，所以咧啊、就帶來咗佢哋事業嘅第二個高峰。咁就係通過一隻歌叫做《Zombie》。《Zombie》呢只歌咧，其實應該好多人都認識，有時啊好多地方都會播，但係啊差唔多有十年啦呢只歌，而家有好多人都唔再記得呢首歌，但係呢首歌當時同埋而家對我嚟講都係好深刻、好深刻嘅。咁而家我哋就播俾大家聽下，睇下大家覺得佢點解咁有震撼性，同埋佢到底講咗一啲咩社會性嘅 issue 喺裏邊咧？咁而家我哋睇下呢只歌《Zombie》。聽到呢首歌之後，即刻中意到不得了。呢首歌係佢哋留俾我留低最深最深印象，同埋我到而家都仲咁中意佢哋啲嘅首歌。It's
video， 佢啲鼓聲啦，同埋吉他聲啦，嗰啲好重金屬嘅感覺咧，啱啱好同 zombie 呢個形成一個強烈嘅對比啊。zombie as name 顧名思義咧，就係、是、傻啊傻下咁樣樣啊，戇戇居居嘅嗰一種人啦。咁但係佢啲 music 咧就好澎湃喎。咁呢個強烈對比就令人諗下到底當時的社會的問題存在在哪裡呢？有很多人都就上班放工，忽略了很多身邊和世界上發生上面的事，就好像戰爭，戰爭這個是一個 global 的 topic， 有很多人是身處於不是一個戰爭的國家的時候，就 feel 不到戰爭的那些慘況，但他是用音樂將這個 message 帶出來的。Cranberries 呢只歌咧，除咗好多人識佢哋之外咧 ，Final Fantasy 呢個 game 呢個遊戲咧，都將佢哋呢一隻歌首為咗主題曲之一嘅，係 Final Fantasy V 嘅主題曲就係、是、Zombie。咁王菲咧I Saw Me 大家都知道佢亦都有一隻主題曲嘅，所以 Final Fantasy 呢個遊戲公司咧係唔會隨便咁去 pick。他們的 game 的主題曲的，又再一次證明 The Cranberries 是他們很有實力的。說了這麼久，大家可能會想想到底他們的高低音是怎樣變，到底怎樣才可以唱到出來呢？我就很小，我15歲開始聽他們的音樂，當時我都不認識他們的，因為那時多數都是 聽香港的音樂，香港的流行曲，就是因為王菲的一隻夢中人呢，就我覺得很有趣，就開始慢慢 research 他們，到底他們是誰啊，他們的歌啊，我有買他們的碟聽，聽了這麼久我都有唱，我覺得可以教你們一點 trick， 看看對你們喜歡聽音樂的人就會，他們的歌就是一種視覺和聽覺上的享受。如果你喜歡唱他們的歌的人，我希望我現在給一個小小的 tips 可以幫到你們。他們的高低音的變化，我們以說回夢中人，因為夢中人可能大家會認識多一些來變化，他有些突然間一轉了去，那種到底怎麼弄出來的呢？唱這種唱法的時候，大家首先一定要全身很放鬆，你的眼、耳口鼻呢，這幾樣東西感覺上都是好像很通的，因為高低音的變化是由喉嚨，你的嘴通過啲氣入你的喉嚨，到你的鼻轉化出嚟嘅。咁如果你係塞住咧，你唔放鬆咧，係你可能轉到高低音，但係你過度咧就唔係咁圓滑啦。好似佢嗱夢中人嗰度啦啦嗱，咁就係分開咗兩段啦。但係佢一連咧係點樣由啦嗱到啦咧，就係啦啦。它是有一個圓滑地兜回上個鼻音那裡，那你就會唱到這種音了。那整段唱出來呢，就會是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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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這樣要兜回上去，那你就會唱到這種唱法。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一個小小的 tips， 如果你回去練一下呢，或者 你玩一下，你可以慢慢呢變化到不同很多的音的。一旦你唱到他們這些音的時候呢，因為你喉和你的鼻呢都相通了，所以你唱很多很多歌呢，就算唱一些比較高音一些容祖兒的歌啦、王菲的歌啦、關心妍的歌啦，都沒什麼問題的。好啦，講回 The Cranberries， The Cranberries 的轉型呢為他們帶來了一個事業的另外一個高峰。但是同時呢，因為他們 after 這隻碟呢，他們出的東西都是很 politics 和很 social， 講很多這些社會上的東西呢，可能呢就那個調呢太過於 negative 呢，令到將一些很憂鬱、很 hatred 那些情緒帶了給人，人有時不是所有人都喜歡這麼哀怨的歌曲，所以呢他們After 呢只Zombie 之後嘅嗰只碟就唔係好開始唔 sell 得，同埋甚至乎滯銷嘅。咁就係因為佢哋嘅滯銷咧，就令到佢哋而家減產咗好多佢哋嘅音樂。咁但係對於我嚟講，我係佢 fans， 所以無論佢哋點轉型點好，我都係咁中意。咁as a matter of fact， 我都發覺到佢哋最近嘅 music 係冇以前
咁好嘅。咁而家咧，我又再播一隻歌咧，係叫做《Ode to My Family》。呢隻歌咧，我自己就好中意嘅。咁啊，母親節又差唔多到啦，咁我講下啲家庭 issue 嘅嘢，咁由 The Cranberries 唱出嚟嘅。今日唔會播咁多佢近期嘅歌，係因為我覺得佢以前嘅歌嘅味道咧係濃厚好多嘅，所以我會播多啲佢以前嘅少少。细个啦，尤其是 teenager 嘅时候咧，可能啱啱大个咗啲咧，咁就都好反叛啦，就唔系咁意识到屋企人嘅重要性啦。咁我而家慢慢大个咗，都先至开始慢慢发觉屋企人对我系咁重要，同埋系几咁关心我哋啦。可能現在你們小時候都不會發覺，但你們慢慢大過一下，你就會發覺family 是這麼重要的。一個人的成長，我們的 childhood 對我們以後的發展都是很重要的，就好像现在我在 design 学校读，我现在很多灵感都是来自我小个所见的事物，所学的事物。就好像十年前我听这一只歌的时候，我就当它是一个 music， 今日十年后的今日我再听这只歌，就变成了我一个创作的灵感。咁得先。咁如果你哋有興趣知道多啲The Cranberries 嘅嘢咧，你哋可以喺網上揾到好多關於佢哋嘅資料。希望你哋中意唱歌嘅人咧，聽咗佢哋咧可以 improve 到你嘅 singing skill。咁如果你我唱唔到噶，但我中意聽歌，或者你對音樂麻麻嘅，但你聽下佢哋啲歌，可能有啲特別之處，會令到你想聽 music。咁 at this moment， 我唔可以同你哋一齊啦 ，I cannot be with you。咁我而家講嘅就係今日送上嘅最後一隻 music video，The Cranberries 嘅 I can't be with you，I Kanna。歡迎大家收睇 Music Cosmo， 音情不定。我哋下次再見啦。Now it's just
my dream